第23题，实验室制造氧气和氯气的方法依据于甲板印、乙板印表示。甲板印 2H2O2 生成 2H2O 加 O2，乙板印 4HCl 加 MnO2 生成 Cl2 加 NmCl2 加 2H2O。在甲乙两反应中的 MnO2 的作用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根据我们所学到的化学反应方程式的写法，我们知道写在箭头的上方或下方表示催化剂，写在箭头的尾巴的这边的叫做所谓的反应物，所以我们看出来甲板印的 MnO2 是当作催化剂，而乙板印的 MnO2 呢是当作反应物。所以第二三题问我们说，在甲乙两反应中 MnO2 的作用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猪，在甲乙反应中是催化剂，在乙反应中是反应物。